扶贫致富在2011年4月至7月举行了一系列有关贫穷问题的研讨会， RTV 就这个议题制作了一共8集的专辑，并请来来自各界界别的嘉宾就这个问题进行深入讨论。有兴趣的朋友请留意 RTV 的网上更新。好，继续是新人透视，我们都是继续讲反核的，因为我们这些网上电视台这些即是另类媒体，如果不讲多一点，这些主流媒体是很少讲这些东西的。仍然是有我们的反核老祖文思伟Lily 和 Clara 带着我们反核之众。咁另一位林子健去边咧，就系反核逃兵啊！我哋俾翻个位佢，虽然佢唔喺度啊，都要俾翻个 title 佢，就系反核逃兵。病紧啊嘛？唔系，诶，佢病唔知同核系啦，唔知哦，好多病几廿年。我去 check 下佢。一九呢个1940年代开始噶啦，呢啲吓，咁呢辐射系 UFO 已经喺全球嗰度吓，以前嘅核爆啦，系咪核试话不停咁样几个超级大国。南太平洋是吧？是啊，南太平洋。還有要保留了非洲，法國那些在他的殖民地那裡爆啦，即是在撒哈拉沙漠的阿爾及利亞，直至阿爾及利亞趕那些法國佬走，他就走過來 南太平洋。英國也是南太平洋，美國也是南太平洋，是不是？也在自己即是本土的一些沙漠地方爆啦，是不是？中國在新疆啦，是不是？蘇聯又在乜斯坦嘛，即係總之都接近中亞嗰啲啦嚇，啲斯坦，因為喺莫斯科嗰度試爆啦，係咪就咁啦？喂，嗰啲核輻射影響到係咪主要都係生 cancer 啊咁樣咧？同埋不育不仁不事咧，我成日都懷疑。有幾個講法，即係都係㗎啦，即係生女多過生仔，係生女多過生仔，跟住就冇得生添，冇得生，咁就生出嚟都一係就係生唔出啦嚇，胎死腹中啦，生出嚟就係各種嘅變形啊、弱智啊咁樣。但係最慘咧，嗰啲係咪嗰啲醫護人員或者成咧，佢都唔會覺得都係同核輻射係冇乜關係嘅咁樣，佢會唔會咁樣講啊？咁成個社會都係咁樣睇啦嚇，即係喺我哋嘅醫護專家嘅領導之下，係咪覺得呢個係你唔好彩咯，或者你係做得有啲問題啊？你自己嘅問題啊？啊！身上又冚住咗，所以我見到你都攞咗一個呢啲機喎。呢啲機係咩機嚟嘅咧？其實係啦，其實好渣嘅呢部，而且係等咗好耐先買到，因為咧自從日本出事之後咧，佢哋就我諗係買好多啊，周圍啲民眾就自己去買啦。咁所以你喺網上咧都訂唔到嘅，排我而家訂一部好啲嘅咧都要訂3個月。佢話啦都唔喺邊度 eBay 訂定咩？喺網上有啲係專賣呢啲 gadget counter 嘅。就係即係睇嗰個輻射量係嘛？即係啦，咁主要其實係講緊空氣裡面嗰啲，即係佢收到幾多啦。咁當然都唔收得曬嘅，即係你輻射有幾種，即係起碼你 alpha、beta、gamma 咁樣。咁幾大類型嚇？幾大類型嘅？咁都唔係話收得很好好咁樣。但係即係我諗咁渣嘅機都測到而家嗰個香港嘅輻射水平咧，係高過天文台公布嗰、那個。高幾多添啊？高幾多添喎？天文台又每個鐘頭係0.15度啦，我諗佢0.15微希。咁但係我哋你見到部機咧，不停咁樣試咩，都係0.2到0.1，甚至1㗎啦，去到1微希㗎啦。但係佢係講緊0.1咯，天文台。咁我哋係咯，都要揾佢計條數。點解咧？咁啊，當然即係呢啲就好似嗰啲咩調查嗰啲咁樣咯，即係打電話俾你，原來有好多percent嘅人咧就話唔妥政府嘅咁樣，咁但係如果民建聯做嗰啲又話，其實都好支持政府嘅咁，即係會係呢一種，即係佢有佢講嘅一啲嘢。係咁，但係咁樣揾個機嚟測嘅都可以係咁噏嘅咩？真係嚇，唔係好掂。點解天文台會咁樣做？天文台最近仲好似公布咗話，喺啲泥土度測到啲輻射係少過佢以前啲10年前喺度測嗰啲背景喎。自從有咗大亞灣之後，咩之後仲就少咗啊？係咯，嚇。好詭異啊！真係好詭異但係東周刊嗰個就話，譬如1137嗰啲就顯著係速度之後高咗啦，即係話香港嘅泥土而家其實就已經係降落咗㗎啦。哎呀，落過雨啊！係啊。係啊，即係落完雨之後，我哋再 check 翻，真係會高，即係會高啲咯。係啊，譬如你啲揼，俾雨水揼到啲頭髮咧，嘟嘟嘟嘟嘟嘟咁噶啦。頭先你嘟我呢度嘅時候咧，我而家嘟一次咧，就嘟嘟嘟你呢個。你話嘟佢啦，你嘟我嘢呢度好似好犀利喎！見到頭先嘟呢個頸呢個位啊。嗱呢邊好啲，係啊，佢嗰邊犀利啲。嗱係啦，閃啦閃啦，未開始，係啦，嘟啦嘟啦嘟啦嚇。誒幾多啊？哇，上得好緊要喎！唔係，都係0.5啫，去到最多。0.5啫嚇。係啊。0.5啫。天文台公布就零點。
一啊嘛，你係啊係啊。其實點解會係呢啲位呢啲咁嘅即係甲狀腺定咩嗰啲淋巴？甲狀腺淋巴係咯，因為嗰啲係最收輻射。其實另外仲有一樣嘢啊，那個角膜啊。都好收噶，所以嗰啲出事之後，譬如嗰個全都被出事嗰啲，差唔多啲人啊，絕大部分咧都係蒙嘅，蒙嘅，開始蒙嘅，因為角膜蒙嘅嚇。咁啊 attack 一啲唔同嘅地方咯嚇，即係甲狀腺啦，你講得啱啦，除咗淋巴咯嚇，啲淋巴好緊要啦，呢啲咪淋巴位啊，心臟又緊要，肝啊腎啊嗰啲都有噶啦，腎，總之唔同嘅嘢就會聚積喺唔同嘅地方咁。係咯，有好多種噶嘛嚇，即係起碼有成五啊種即係最常見嘅核電廠，即係我哋聽就係碘131啊、色137，但其實仲有幾廿種多嚇，好多。係點解天文台嗱？我頭先即刻諗，咦，天文台咩0.1？點解講得咁輕微啊？嗰啲成日我就係諗，咦，梗係因為中國要發展核能啊嘛，而家中國係咪第幾大嘅核電國家？哦，佢未有耐，佢未有耐，未有耐嚇，所以咪潛真係好大咯。人哋而家生緊啊嘛，周圍都係佢都聲啦。邊幾國又話好多個國家都話哦咩咩啊，澳國澳國啊，意大利又公投啦，公投話都唔起啦。係啊，佢其實七幾年已經公投咗一次話唔要核電㗎啦。意大利係啊。八七年係嘛？係係係。咁而家係再一次公投都係否決呢樣嘢啦，因為之前幾年啲人就冚聲想推翻，話借住減碳嚟推翻核電廠啊嘛。係。咁之後其實北美同埋歐洲咧都係即係核電廠嗰個生意死緊㗎啦。不過就想趁呢幾年話減碳嚟噏聲再重新推出嚟嚇。譬如過去十年都係得一兩間起啫嘛，新嘅廠嚇，咁所以嗰邊其實而家福島一爆之後咧就冇噶啦，即係北美同埋歐洲嗰邊嚇，咁所以中國就係一個即係嚟緊啦嚇，噏聲嚟緊啦，唔止嘅，一路佢哋就夾住係越南啦、中國啦嚇、印度好犀利，印度好犀利嚇，泰國啊嗰啲都嚟緊，巴基斯坦。哦，大市場。仲有非洲兄弟。非洲係啊，中國嘅非洲兄弟。即係。令我諗起好似再一次殖民咁樣，即係之前嘅殖民主義已經係好似係式微啦，咁但好似就用一個核能核電嘅發展嚟包裝過嗰個殖民主義咁樣，就係去曬啲第三世界國家。係啊，啲輻射層嘅殖民咧，你冇得走啊！係咯，即係咁啊！中國就唔即係冇我哋呢種咁嘅諗法啦，仲係喂你嚟我度去啊，正啊正啊正啊，咁啊刻意咁起啲核電。佢都唔使人嚟嗰度，咁佢自我殖民，佢自己都會起幾多下㗎嚇。自己勁起，係你講下佢2030年係嘛？係自己研發、自己製造咁樣，唔知咩都自己搞㗎啦嚇。係咁所以咪嗰個你去嗰個專家研討會咧，佢哋噏啦嚇，佢哋咪好唔潤咯，係咪？哇！俾人諗你一個肥豬肉喺度，點知你話自己搞喎？咁我哋快啲話俾你聽，我哋英國貨正，法國貨正嚇，你哋國產係啦，就係咁咯。所以係一個咁嘅研討會嚟㗎。係，同埋嗰套研討會咧，其實我都好得意啊！覺得個觀察，第一佢一嚟咧就已經確認咗廣東啊，已經係一定會做噶啦，即係佢唔會阿師會領導人去定一調先。阿陸公話已經定咗調啦，一定係會做噶啦。咁然後我哋點樣去做呢樣嘢咧？係啊，點樣面對呢個市場咧？既定政策啦，但係其實國家係而家好一好噶嘛，即係 suppose 好一好噶嘛。但他就覺得不會的，一定是咁他批了那些都照起的了。但我知道他沒有一個空間，但我們其實可以嘗試去推翻這件事的，或者表達多一點，如果這件事是 對人民是無利的，禍多個福的，為什麼要給他繼續起呢？意大利都公投兩次公投都不行了，你相信人民可以的。我們實在是很誇張，那麼人口密集的地方跟他們不同，人家起個呢個偏遠嘅地方喎，珠江三角洲依堆係地震口最密嘅，啊汕尾啊海風陸風啊，好多人嘅鄉下嚟㗎喎，32個反應堆，點用我唔知咁多電點用啊？點解要用咁多咧？逼你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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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係要用，逼你用，係要用，即係整多啲電出嚟用咯，係唔想熄燈嘅冷氣，唔想熄燈啦，要十度冷死你，十度，瘋狂。買到呢個雪櫃，瞓入去個雪櫃度，即係逼你，哇！人都癲喎，大佬。但係因為呢個係大生意啊，快啲！大生意，呢個大生意，仲係話啲太子黨嘅生意啊嘛。係。跟太子黨有關係，是不是跟核保有關係呢？其實即係發展核保，咁啊實係㗎啦，實係㗎啦，咁嗰啲核廢料點解去咗邊度咁神秘啫？嗰啲核燃料棒，十年後啊咩去咗邊啫？就用嚟發展核保啦，咁樣。
哇！同埋成個好唔公義，就係嗰啲用電嗰啲人，同嗰啲要承受呢啲咁嘅污染物嘅嗰啲人，其實可能係完全兩班人嚟喎。即係好似話中國嗰啲係會運去甘肅噶嘛，係嘛？有個咁嘅講法啊，咁佢肯定唔會運去中南海啦，係咪？係咯。啊，你幾時見中南海話？我又嚟一個反應堆，哇！我呢度正，呢度冇地震，你放啲廢料嚟啫，唔會噶嘛。不過好安全喎，唔知點解佢自己唔要啫喎。咩好安全啊？佢話好安全啊嘛，不過唔會起喺中南海嘅就點解？佢話安全。係啦。係咯，就係頭先我即係上一集嘅講法咯，係嘛？即係曾蔭權你話安全，你又咩係嘛？咁譬如你政府總部不如搬去大灣啦，係啦，唞翻兩個月啦。啲人又係嘛？啲人又唔會嚟示威啦，你咁鬼遠，你廿坐直升機翻工，真係唔去啊！真係唔會揾佢啦，唔好搞佢啦，如果佢去。但問題就我哋香港唔係好多人去好睇到呢個。核電啊！點解咧？即係你搞核電反彈咁耐，我唔知啊！我諗係咪啲輻射睇唔到，所以大家我唔知啊，係咪只係相信睇到嘅嘢？定係麻木咗，覺得乜都都係咁噶啦！你叫我唔開冷氣呀？咁樣唔通？咁係咪咁樣咧？香港人係即係點解咁？即係我哋前個禮拜六月十一號嗰日遊行都係得100人啦，即係話多唔多啊？少唔少啊？慢慢嚟講。咁點解即係對人哋嚟講，即係對香港人嚟講係咁冷漠嘅咧？定還是覺得似咁國家都要發展㗎啦，咁我哋係咪黃方亞都嚟香港啦？邊有一國兩制㗎，大佬？我哋都冇，我哋死硬㗎啦，咁冇辦法㗎啦，咁係咪就係咁樣？反而大陸啲人識得反核喎。都會㗎，即係佢哋唔知喺台山定邊度。泰山係泰山即係山東，泰山北斗，唔係即係泰山所在嘅山東省啊。嗰個節目咪講咩？佢有個叫雨山嘅地方，即係啲人知道唔妥啊嘛嚇。咁而家真係唔俾人出嚟，真係唔俾啊！咁啊真係停咗，真係停咗啊！我真係停咗添，係啊！所以即係千幾人就停就香港人真係停佢喎，真係。咁佢要喺佢度起啊嘛，咁佢話唔好喺我度起咁樣。但好似話嗰度係咪一個咩五 A 級嘅風景區？有影響到，有影響有啲賣樓有啲生意係啦，係即係你要利用呢啲矛盾啦，咁先有機會成功停咗個核電廠咯。係。係咯，即係利益有。兩大集團喺度角力嘅時候，咁你又讓要嗰度啲人知道，咁知道咗喂，真係喂，真係唔制啦，知道嘅邊度會肯制啊？喂，咁你頭先話即係上一集都講過台山啊、陽江啊嗰啲有幾廿座核電廠係將會起啦，係嘛？32廣東，廣東省呢個反應堆32個，32個核反應堆廣東省。咁廣東省啲人又唔好似台山或者即係泰山頭先講，雨山，點解我1000人就可以嗌停㗎咯？點解成個廣東省啲人咁唔通南部嘅人、香港廣東省啲人特別信民、特別黐線、特別死話你都死啦，我哋死冚得埋牆好過啦，即係咁，特別係咁嘅咧。好奇怪啊！係咯，又話咩廣東人都反叛咁咩咩所以咁中曬輻射毒啦，已經打彎嗰啲已經射咗咁多年，我哋個個。但我就覺得係好多人都唔係咁知哦，我覺得知啲唔係咁知哦，即係唔係咁知核電嘅禍害，亦都唔知道。有講法，可能就話即係成日都話噶嘛，我咩又死咩又死，又奶粉又即係一出世已經冚冷都係毒嘅啦啲嘢，咁唔爭再加多樣咧，即係咁咯，嘈佢做咩啊？係。咁呢樣其實又真係有啲點啊，質上嘅不同啊，輻射呢家嘢係咪？點啊？喂，我都話毒奶粉一代啫嘛，你輻射你幾多啊？你根本成個生態都冇咗，你成個地球嘅生命都會冇咗。係嘛？唔止人類添啊！你人代都唔掂啦。咁頭先講田鼠啊，乜鼠啊，乜掂乜唔掂啦？20代啊，你話？20代都繼續喺度變異緊，咁你話點嚇？咁佢冇幾耐佢就滅絕㗎啦。同埋你就算我哋嚟講，我哋吸咗入去，佢係留咗喺你個身體度，不停咁樣放，即係放射性，即係佢係喺入面，即係唔反覆輻射，好難排出嚟㗎啦。基本上係，即係我哋係吸曬啦。咁我哋啲細胞又不斷喺入邊係咁搞呢啲咁嘅嘢啦。係啊，咁嗰啲下一代都唔掂。譬如佢嗰啲一隻叫咩頻化油嗰只嘢，即係話採礦嘅時候咧，佢濃縮油即係採咗之後，然之後就濃縮佢先至做到燃料噶嘛。係。咁喺個過程之中咧，就係佢有235係有用嘅，對於發電，但係其他嘅絕大部分都係冇用嘅。咁嗰啲咧。
就而家唔方便有用啦。嗰啲咁嘅嘢又拎去做好多嘢啦，打仗啦咁樣，即係中東同埋科索沃咧嘅人，即係喺幾場戰爭入邊咧領曬嘢，即係用領曬嘢武器。佢其實即係其實可以講咧，佢係核子武器嚟㗎啦嚇。不過佢就話唔係，因為如果係用核子武器，你就違反國際條約㗎嘛。但係佢話唔係啊嘛，佢只係用一啲其餘嘅一啲 chemical 啫嘛，係嘛？咁唔係啊，咁而家就亦都有啲即係有良心嘅人就一路喺度做呢啲咁嘅研究咯嚇。咁所以其實譬如你就算英國啊、美國啊，佢嗰啲打完仗嗰啲軍人。領曬嘢，冚唪唥後一代生曬啲古古怪怪嘅後代，同埋咧話佢生啲仔出嚟又冇手冇腳咁，冇手冇腳。第一死嘅好多死，好多死嚇，夭折即係夭折嚇，同埋咧就跟住就冚唪唥冇手冇腳啊咩，同埋咧佢哋話翻去之後英國美國嗰啲啊，英國美國啲啊，即係唔係就係第三世界嗰啲？第一世界亦都係如此，因為一樣大家都中嗰隻嘢嘛，係。即係佢愛嚟做子彈啊，做裝甲車啊，乜嘢？即係佢嗰啲軍事用嗰啲嘢，就係嗰種有二三百，主要係有二三百啦。佢就係咁啊！啲專家已經係喺呢個一九幾多啊幾多年啦？2000年已經即係發出啲呼籲咯，連中文版都有啦，就係話一定要停啊！呢啲咁嘅嘢唔可以再用啊！咁佢而家咪係即係佢甚至唔好話喺戰場上用，佢而家諗住係民用啊嘛。嚇！起飛機火車，起飛機起火嚇，做火車，即係做嗰啲原咪嗰個係啊，飛機殼咯嚇，呢啲咁嘅嘢咯嚇。嚇！點解用嗰啲嚟做咧？係咯，因為冇鐵，因為好多呢啲咁嘅嘢，好多咁嘅整咗出嚟冇訂處理啊嘛。我冇訂處理，係真係好嘥。係啦，佢處理佢仲要錢，你覺得會放射性嘅喎，繼續有係咪？唔緊要，好安全。係啊，佢即係會中曬呢個化學同埋放射嘅毒咯。咁你睇翻即係中東啊，即係伊拉克咧入邊係嚇，同埋嗰科索沃嘅人民咧，就係咁啊依家嚇。哎呀！啲成個種族啦，其實細個種族滅絕，種族滅絕。仲有一個添啊，仲有一個。而家開始拆緊啲核電廠啦嚇，西方國家係咪？拆完德國又唔係大把大把又鋼又石屎，係溝翻稀佢愛嚟起樓。我哋而家咪好興叫 recycle 嘅，再用下，唔好嘥料，環保啊，環保樓啊呢啲，係啊，環保輻射樓，俾啲一般平民去住嗰啲樓啊，係咯，或者去咗邊度有啲咩天災啊，係咪？誒係啊，咪去救災同你起樓啊咁啊，就攞嗰啲嘢，處理唔到啊嘛嗰扎嘢係咪啊？循環再用冇擺喺度好嘥真係。咁點啊？咁誇張嘅咩？咁你死路一條啊！咁死路一條仲使乜鬼？係咯，可以講啱你中唔中意講講呢個精髓？好驚埋真係，唉，一條河水，一條屍。自己好嘢，自己好嘢，自己好嘢，系咪先？你講到咁真係死我一條喎，大佬！咁又要買翻個呢啲嚟 check 下，要 check 乜鬼啊？即係如果要用嗰啲樓嚇，嗰啲物料冇得搞嘅喎，真係冇得搞，係咯嚇，又有背景輻射啦。又有空氣輻射啦，又有海水輻射。仲有啊，關於嗰個背景輻射啊，咩叫背景輻射啊？嗰所謂背景輻射，即係話佢預咗你係大約40%至50%嘅人生 cancer， 嗰啲輻射叫背景輻射。係，明唔明啊？即係實有嘅，嗯，實有喎，實會40%至50%嘅人生 cancer 喎，咁再加上去嗰啲先至叫做非背景輻射。但係呢個前提邊度嚟嘅咧？點解人就係要40%-50% 生 cancer？ 係咯，即係佢個 base 點解佢係咯，整高咗個 base 再，所以你高1-2% 都唔緊要。係咯，咁所以永遠唔使賠噶咯，又唔使再研究噶啦嚇。呢啲就係嗰啲專家低輻低係冇錯啦，係啦係啦係啦，因為呢叫低劑量輻射嚇，佢只不過喺已經40%-50%係嘅 percent 人係咪都生 cancer 之外，再加個啲多啫嘛。嗯。咁所以其實應該要追翻點樣形成呢40%-50%？係咯，做咩40%-50%人要走去生 cancer？ 係，咁即係嗰啲就係核爆啊嗰啲，係測試啊形成嗰種背景核電廠咯，全球嘅核電廠係啦，不斷噴出嚟，係啊係咁啊肥嘢出嚟啦，每日正常唔係福島先爆出嚟㗎，正常運作都會釋出啲起碼氚啊同埋其他有害物質㗎嘛，係嘛？係，喂咁如果真係。要繼續走呢條反核之路，應該點樣走呢？嚇？問先，我同阿 Lily 同阿 Kara 覺得嚇，最後點樣走啊？係咯，點樣走？好地走，走冇得走，去外太空。
帶曬啲嘢去，我諗即係外邊嗰啲人都肥低你，唔俾你去啦，係嘛？你帶咁多輻射去。係咯，點樣咧？即係呢個反核之路應該點樣行落去咧？其實係嘛？多啲人知啦，嚇、啊、知道咗佢自己決定啦，唉，真係冇辦法啦。係嚇，呢、啊這個生死問題同埋呢個責任問題，係咪淨係我哋人類，唔係淨係我哋呢一代？你對咁多嘢就係俾你啲人搞彎曬啦，係咪？所有嘢咪咯，由微生物以至咩，全部俾你搞彎。係咁你自己諗啦，我冇辦法啊！即係知道最緊要，你唔好俾嗰啲咁嘅乜乜專家喺度點你，又唔好俾人嚇親，佢哋多數都係廢噏嘅。係，所有呢啲專家都大家都要留心啲，即係睇下佢背佢有幾獨立咯。我諗係，即係佢背後到底有乜嘢嘅，即係出得嚟話核電係安全嗰啲人，大家都要睇一睇呢條友背後其實有啲咩支持緊佢咧。係啊，乜環境原子能機構嗰啲咧，通常都好大疑。懷疑是有問題的，真係。咁啊 ，Kira 咧，你覺得點樣反核之路？我覺得即係雖然咧，似乎前景有啲暗淡。係。但我覺得起碼在我哋能夠做的時候，應該要做咯。我覺得對自己有一個交代，對我哋自己嗰代人亦都係一個交代咯。起碼我自己唔去附和呢一啲咁嘅謊言，亦都起碼喺我或者我身邊嘅人有機會去接受到呢啲比較獨立嘅或者真相，起碼佢哋要知咯。我覺得係唔好俾人哋咁容易愚弄，同埋等呢啲咁樣嘅人嚇，即係沉冤都得雪啦，唔係話嚇你。不道德所以死了啊！嚇，你攞綜援所以死了啊！咁樣，呢啲直情係即係俾人屈得，係咯，即係太過分啦！其實係屈死咗呢啲，屈到死咗而家，邊個為佢沉冤待雪咧？咁樣，好，咁我哋今日多謝曬啊，兩集都係多謝啊，文思維 Lily 同埋啊 Clara 同我哋一齊講嘅。好，繼續加油，繼續加油，加油，繼續反核，反核之路有你支持，唔死都傷。向你诚意推荐 iRead。iRead 是什么来 ?iRead 是一个公共出版服务。公共出版服务主要服务非政府组织、公民社会组织、网民等等，将他们的书籍、刊物和 blog 等等发成电子书，令到读者可以随时随地利用 iPad、iPhone 或者其他手提電子裝置觀看電子書內容，這個就是 iRead。